板桥。哎呦，哎呀，快了，这就挺好。啊，吹蜡烛，小心。哎呀，舔一舔，舔一舔。哎呀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不好吃。快拿，快拿。吃吃，好吃。哎呦，好吃是吧？你喜欢的。嗯，甜甜。吹一吹，吹了吧，吹了吧，吹了开灯吧。来，阿成，吹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吹吹灯，吹吹灯灯。开开开灯，开灯，那你唱就行了嘛，唱一声，预备，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长了胡菜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就那个，再学。好了。嗯。我把房子给你切下来，给你行不行？我想要个小房子，好不好？那是纯巧克力。那我给你买这个房子。那一堆都是啊。不是，里头有蛋糕了。是啊。是啊，外面也吃不下。我今天第一次吃的是空心儿里面。哎呦呦！不好意思，快。外面是一层。谁吃的包子了？您是房子吗？两百钱。我也忘了，我奶奶在了。给你俩留了个是房子吗？这家是那颜色的哦，好喜欢。这是熊熊吧？熊熊啊，熊熊挺可爱的，熊奶油。熊可是纯奶油。嗯，熊熊纯奶油。大熊猫。哎呀，快快看看他做的。好嘞，去吧。好了。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。啊！哎呀，真好，真好看。八桥，挥挥手。把那个灯烧了。琪琪，快照照手。咦，好小的那个东西，色彩好。你家问我，我是。拿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机器了，转着就像他们的照片。啊，等一下没有完了，这小弟弟，哎，来靠住，哎呀，前起，哎呀，前起，哎，别往后退。啥时候吃的肯德基？我大概在20岁吧。嗯，好吃不好吃？但是我觉得，当然肯德基好吃啊。嗯，以前没有吃过这种炸鸡类的。嗯，觉得挺好吃的。嗯，现在呢？现在很少吃，因为觉得不健康呗。嗯，好，橘子。还有可能继续，如果踢丢，意大利就会彻底的输掉决赛。这就是意大利输给巴西。是啊。哎，刘一林，你啥时候第一次喝可乐了？你又喝可乐了？嗯，看球，喝可乐很正常呀。你最早喝可乐是啥时候了？最早喝可乐啊？小学吧，3-4年级吧。嗯，感觉咋样？不好喝，苦巴巴的。嗯，现在了，现在喜欢了，也还。